等等很少人。对，等跨年，等过年，然后对，就最近就是在做专辑。做专辑，好期待。谢谢。明年就剩几天了，也就是会，我希望下一次再来学校唱歌的时候，就是唱新歌给你们听。因为我去 KTV 都会点你的歌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必点。谢谢。那你圣诞节有什么？圣诞节啊。对啊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？你念书的时候对女校有没有特别的？女校女生有没有特别的憧憬？当然有啊。有吗？对，像我们的女中的。我觉得，但是我很好奇，因为女校为什么里面会有男生？啊？就是因为今天有开放，就是外面的人可以进来一起参与，就是五十周年的校庆。OK， 所以就是都是有带男朋友见人的意思。他们都来看你唱歌。谢谢。对，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什么歌曲呢？接下来带来以前的旧歌，就是不是放在专辑里面，写给偶像剧的一个叫香蜜的媳妇。Time
甜蜜的早。